Lexus LBX 目前是品牌尺寸最小、最可爱的试售车型。2024东京改装车展上，原厂特别推出了 LBX Marizo R Concept。虽然它只是一款概念车，但搭载了与 GR Yaris 相同的动力系统，让这款入门豪华跨界车也能有狂暴的一面。LBX Marizo R Concept 与同步改款的 GR Yaris 一样，配备相同的涡轮增压引擎以及新型八速自排变速箱，并搭配四轮驱动系统，具备304 HP 最大马力和370 Nm 峰值扭力。当然，在外形上与试售车型亦有所不同。可以看到全车换上专属的空力套件，包含气坝更加显眼的前保杆设计，水箱召唤上网格状造型，车头前缘还有黄色的线条点缀，车侧部分则升级配备19寸铝圈搭配黄色刹车卡钳，同时轮拱加宽了20公里，悬吊高度降低10公里，后保险杆造型更为宽阔，并换上与 GR Yaris 相同的双出排气管，中央还有黑色空气分流器造型，车舱内部则配有全新的运动座椅和铝合金踏板，安全带颜色也选用黄色来和车外的细节相呼应。可惜的是， Lexus 目前并未透露 LBX Marizo R Concept 的量产计划或是相关套件贩售的可能性。 Lexus LBX 国内首度在2023年底底台亮相，动力上采用 1.5L3-HEV 油电复合动力系统，拥有前电动马达及双极镍氢电池模组，并搭配上 Hybrid ECVT 电子无段式变速系统，可输出 136PS 最大综效马力和 12.2kgm 峰值扭力，油耗测试值为 26.4km 斜线量，与 LBX Marizo R Concept 强调的性能化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，若未来有机会量产化，也有望引领市场上的另一种新风潮。